2016年的3月16号，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利马索的海滩了。那今天是礼拜三早上呢，现在是在7:30，我在利马索的海滩拍照，现场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风和日丽。但是海水呢，地中海的海水，但是沙滩没有像肯尼的白。还看到前面一个老翁呢，在钓鱼呢。利马索的海滩，今天呢，昨天可能有稍微下过一些雨，今天天气稍微比较好一点的，比昨天好很多了。我是现场报道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从3月12号、3月13、3月14、3月17来到这个三浦热石五天的，然后我开了车来到这个地方，还算还可以的。是利马索的车子，然后写一个 CY 就代表塞浦路士。